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Hedy。早排搬屋嘅时候，我发现旧屋有好多调味料都已经过咗期，要换新噶啦。然后新屋又有露台啦，空间亦都大咗，需要更加多唔同嘅清洁用品。最方便可以足不出户，又可以一站式买晒所有嘅百货用品啊、supplement， 甚至乎一啲洗护美容用品嘅话咧，仲要价钱系比起本地嘅一啲供应商更加平，首选就一定系 iHerb 啦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拣嘅嘢已经到咗手噶啦，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一起开箱一下我嘅新居第一转 iHerb 战利品啦。iHerb 算是全球最大天然保健产品平台网站，他们的手机 App 操作都是非常之简单，揀好你想要的东西放入购物车，就算你有阵时不知道买什么好，你都可以看看哪一样产品比较受欢迎。而 iHerb 亦都有好多自己研发嘅产品可以俾大家挑选啦，都系又平又实惠噶。拣好晒所有要买嘅嘢，入到购物车咧，你会发现有个位可以输入 discount code 嘅。今日我都会有个超抵优惠，如果你都想知道系乜嘢嘅话咧，记得留意片尾嘅细节啊。而去到订单页面咧，就可以好清楚见到价钱细节同埋运费啦。咁 iHerb 嘅免运费门槛都算低噶，订单只要够$40咧，就已经可以3至7日免。运费送到上门之后，前往结账输入翻收货同埋信用卡资料，就已经交易完成噶啦。系咪非常之容易简单呢？今次咧我就总共买咗16样嘢，不如唔好等啦，我哋而家即刻开箱啦！第一个种类就是唔同嘅调味料，系我喺 iHerb 必买嘅其中一个 category 嚟噶。呢、这个牌子嘅喜马拉雅粉盐同埋黑胡椒咧，真系超抵买，一樽咧都系大约$25左右。佢哋都系即磨噶，系咪好似好高级咁样咧？就咁用嚟煎牛扒就已经好好味噶啦。然后轮到 Simply Organic 嘅一啲香料咧，系最适合煮西餐嘅。好基本咁样买咗一个有机 Basil 啦，然后呢一款咧系有机意大利无盐调味料啊。再嚟仲有一樽蒜盐。佢哋用嚟煮意粉啦，或者炆牛辣条都系一流噶。然后到呢一个咧，就系全有机草食原始酥油，我想试好耐噶，因为佢系好有营养价值啦。然后比起一般嘅食用油，系会更加健康。而家好兴嘅生酮饮食都系用佢嚟做防弹咖啡噶，而且酥油嘅燃点比较高啦，去到摄氏190度先至开始冒烟嘅，感觉上好似冇咁容易烧窿嘢，我就谂住试下啦。然后仲有一包梳打粉，呢一个都系我嘅家中必备。除咗可以煮嘢食、腌下肉啊、整下蛋糕之外咧，其实佢仲可以做一个家居清洁噶。例如洗手盆积咗好耐嘅污垢咧，你可以开一盆水啦，落少少嘅梳打粉，由佢浸30分钟左右咧，咁就好容易起嗰啲渍噶啦，系非常之好用噶。再嚟就系一樽有机蜜糖，无论冲嚟饮啦，加落去面包松饼，或者系而家天台 BBQ 都用得着啊，咁所以就拣咗咁大支啦。之后呢一盒黄油咖喱鸡酱都系我嘅回购必选之一，一盒$20都唔使，只要你加啲想食嘅配菜同埋鸡肉，喺30分钟之内就已经煮好一个香浓但有少少微辣嘅印度咖喱。如果屋企仲有啲酥饼嘅话咧 ，good 啊！而厨房用具当中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噶啦，我亦都分享过，一定会买就系我手上边呢一个保鲜蔬果袋，一盒有10个可以重用嘅袋，喺长洲呢一度咧系特别有用噶。有时候买咗啲菜煮唔晒，或者生果食唔晒咧，系可以摆落去呢个袋嗰度，然后放落雪柜，保鲜效果可以维持到1个礼拜以上噶。咁所以咧，边一个屋企都好，都系一样唔可以冇咗嘅嘢。搭单我仲买咗我最中意嘅果干，呢一个咧系有机西梅嚟嘅，又系分享过好多次，成日都断货噶，所以每一次见到佢咧都一定要买。另外仲有6盒细细包嘅有机提子干，因为我哋喺长洲成日都行山噶嘛，有阵时带一盒喺行山中途补充下糖分都唔错噶。然后就到清洁用品类啦，呢一支系放窗同埋镜嘅清洁剂。完完全全是为了露台很大的玻璃门而设的，我看到它有很多好评，然后很多人 comment 都是说味道很天然，它又写着低致敏性，那就选了它了。你知道家里有只狗仔尽量清洁用品都会选得很小心的。还有我手上这一支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日常清洁剂，
话说屋企大咗好多之后，唔知哪里来嘅动力，想做多啲家居清洁，每个礼拜抹下呢度，清洁下嗰度咁样，所以就有佢嘅出现啦。呢一支咧系好香噶，因为我已经偷偷地喷咗少少嚟抹啦。咁跟住佢嘅口碑亦都好好啦，咁所以咧就佢啦。最后仲有两样美容产品。呢一款暗疮贴咧，系好多朋友仔推介我用嘅。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疯狂食大闸蟹之后疯狂爆暗疮噶啦，咁所以咧我就贪佢呢一款有三种唔同嘅 size， 佢个黏力亦都系特别强嘅。有朋友俾我试过咧，系瞓觉嘅时候唔会甩出嚟啦。咁跟住第二招咧，你会见到啲龙头系吸咗好多出嚟噶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试下呢一款。而呢一包咧系卸妆清洁湿纸巾嚟嘅。它里面是这样细细粒独立包装的，不像得一大包开了出来之后很容易整包变到干晒，然后有阵时出去做运动或者两日一夜 staycation 带一包这样一块就很方便了。基本上普通的妆容呢它都卸得到的，我用得最多呢就是拍片的时候抹手背上面的试色啊。是啦，这个呢好像在香港不见有得卖啊，所以呢我每次都在 iHerb 那里回购。好啦，终于跟大家开箱晒今次我在 iHerb 那里揀的一些产品啊，是不是很实用啦，很啱我的新屋企用呢？只要输入我的优惠码，订单满美金60元呢就可以有8%优惠的啦。每个用户仲可以用这个优惠码两次添啊。所以有啲乜嘢想補貨啦，有啲乜嘢想試嘅話咧，記得趁呢段優惠期間去入貨啦。咁所有嘅詳情咧，我都會放翻喺 info box 嘅。希望大家都會中意今日呢個開箱分享啦。如果中意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我每個禮拜都會 upload 兩條新片，逢星期六繼續3點同埋星期日繼續12點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～